2018，紫色当道，杨幂、迪丽热巴亲身示范，你也可以轻松 get。2018年流行色非紫色莫属了，为你的生活加一抹紫色，轻松亮丽又高贵，不知道紫色怎么搭，那就赶紧滑下来看看吧。今年各大时尚圈都被紫色霸屏，紫色到底有多好看？看过就知道了，欧根纱配上紫色，仙气十足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浅紫色的衬衣与连衣裙也是可以 get 的区域。没有自信一身紫，第一阶段可以尝试像雪莉这样，来一顶紫色的帽子或者一双紫色的鞋子，也是轻松能上身的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第二阶段，可以尝试来一件紫色 T 恤，香芋紫、极光紫、淡紫都是不错的选择，轻松成为夏天的小仙女。来看看我们的带货女王是怎么演绎紫色的，一条极光紫背带半裙，搭配黑色上衣，瞬间成为焦点，不愧是带货女王，这一身完全可以照搬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秘密的身材颜值真不是盖的，原来她一直有自己的小秘密。女孩别再冒险乱涂乱吃了，找个专业人士 SSN634 帮帮自己，你也可以美美的穿衣打扮。第三阶段就可以不拘束于单件的紫色啦，可以大范围的穿搭紫色、紫色外套、紫色半裙，搭配黑色 T 恤、黑色靴子，都听过搭配时身上别超过三种颜色，这种说法对于亮色系搭配时更是要坚守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刚接触紫色，黑色与紫色就是最好的搭配色。当你运用娴熟时，不妨尝试大胆设计的衣服，像热巴这身紫色格仔蕾丝的吊带裙就演绎得十分的妖娆呢。范冰冰的淡紫色衬衫裙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赶紧穿上紫色，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自己吧。